把错误修正的更多，就更有机会拿下胜利了。哦，这边兄弟对决来了，林书豪切入到禁区，运用掩护拿下分数。朱世轩在前一场比赛也是有双十的表现哦，也是他生涯第一次在 Plus League 得分，篮板上双，林书豪进算加罚。因为对方禁区可以消耗的人是比较多的，书豪第一次切入海底捞月。国王丹阳将的期间，很少看到敏哥在第一节就火力全开啊。没错，林书豪用来攻击篮筐，用一样的方式来个 sky hook。现在防守捡漏者的球员并没有失位哦，那你去协防过多，造成说没有人去保护篮板。哇，林书豪的三分球，我知道一样哦。林书豪跟温德挡拆配合，绕来绕去，最后选择自己投啊，左边右边都没问题。那刚刚这个跟进确实是蛮恐怖的。林书豪没有人对上来，那这一颗三分球就不客气了。哇，这一次 bad 的位漂亮，手看到小胖对上来有些犹豫。林书豪在戴维斯的面前后仰跳投，他今天是不是要拿四？他今天可能下不太去了。林书豪这一次抛投又被他放进，27分，手感不是非常理想。林书豪又来了，这边的汉帝